一个真正会讲话的人，有时候他要沉默的。你说你对一个人，一个大智慧的人，事情他很简单就可以处理。你对一个愚痴的人，他没有办法，你用一直讨论的，不可能会有答案的。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在大智慧的人看，还是单刀直入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是一个愚痴的人，他把弄得很复杂。这个时候，大智慧的人他就要点点吗？因为这样再讨论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哎，权力为是，这个世间是是跟非一起方方便说啊，方便说啊，在一个人从透过烦恼要论是非，那没有办法，因为背后的发心是有烦恼的萌芽，反正无知的萌芽，无明的萌芽，所以这块萌芽的啊不能谈。不能谈啊，佛佛道同，哎，你也是佛菩萨跟佛菩萨，大彻大悟的人，那也不必谈什么，一拍就知道答案了。啊，其实全世界的人啊，全世界的事情没有复杂，就是我们的心自己把它弄得很复杂。啊，你不相信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一件事情啊，大智慧的人一分钟就可以解决。我告诉你，一个大愚痴的人呢、啊，你转一天都转不出来，真的转一天转他转不出来的。一点么呀？是，嗯，啊就啊，你度给都高啊，一不是一路爱点么一环谁过了八年，那谁会出来？不一环嘛，一环，哎就当然一谁个无聊的时候再个过，啊这的话啊你都丢啊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啊。